各位同学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继续的可以学习学课，我们要感谢主。我再说，安息学是一个圣经的学校，是一个救人的机关，也是一个很好的团契的一个场合。尽管今天我们不能完全在教会聚集或者需要在网上，但都是一样。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无所不在的神。好的，我们这季度大家不会忘记吧？我们学习的是什么？与基督同受试炼，意思就是说，你我人生当中肯定会遭遇过有些试炼啊，除了试探以外，但是呢，耶稣也受过撒旦的试探。耶稣更加为我们缘故受过很多的试炼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如果想到我们跟主一起受试炼，那我们的力量就不一样了。我们得胜撒旦的这个试探，以及在试炼当中能够成长，这个几率就要高了，就是与主同在。很好，好了，今天我们是学习第九课。那第九课，这题目呢，在这个与基督同受试炼里面，出现这个非常好的题目，赞美主的人生，赞美主的人生。那么，你我在教会里面有成为赞美师，对不对？这是一回事情，但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，你不可能一直在教会唱赞美诗，总是要在社会上工作、学习或在家庭里面生活啊操劳。那么，人在什么时候比较容易赞美上帝啊？平安了，健康了，快乐了，这固然不错，对不对？那么，在圣经诗篇里面讲啊，上帝。那名是自大，所以我们的赞美也会自大，但我们还有很多的亏欠，尤其来到怎么样，生活遭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或者有意外临到的时候，或者有疾病缠身的时候，尤其在今天，哇，这个小小的病毒。把世界搞得天翻地覆，从经济、从农业，从尤其最近的气温、气候，全世界很多都要反常了，对不对？那么在这样的时候，我们能不能赞美呢？首先我们知道什么是赞处在困境的时候，为什么赞美可以成为？一个重要的属灵的武器，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一点。那么，赞美是怎么样改变我们，以及可以改变我们周遭的人事和环境，这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。那么，很好，讲到这个赞美的时候呢，我就想到，有一次，有一个人出一个主题悬赏，画家来怎么表现这个平安？如果不平安会赞美吗？根本不会啦。如果我们的心或者很慌乱的话，怎么会赞美上帝呢？我们就在平安的基础上，享受内在的一种力量。然后我们会发出赞美。那么当时评选经过以后呢，就剩了两幅画，一幅画呢可以说是你看着就舒服，对不对？在风平浪静、风和日丽的一个小河上，一个小船在荡漾，一看就感觉到很舒服。但结果呢，真正
这讲的是另外一幅，是什么呢？在一个悬崖峭壁上，在一个洞穴里面，一个知更雀在面对着这个破岸而来的狂涛，汹涌的波浪，它在歌唱。两幅画都是表现平安啊，或者更加可以说是赞美。但一个呢是在风平浪静，对不对？在一个人生没有什么啊痛苦遭遇的时候，但另外一个呢，哪怕是面对着这个啊波涛汹涌的一个惊涛拍岸的光景，这个知更雀在歌唱，在赞美，很好。我想，我一讲到这个，我就记得了，这就是一个赞美的一个框架啊。那么学科的作者呢，一开始就引用了这个俄国的，除了托尔斯泰大作家，还有个托斯托耶夫斯基，对不对？他写过《罪与罚》等等。那么他本来是判处死刑的，对吧？结果呢，到了最后一刻才获得减刑。他在监狱当中坐了很多年的牢，但谈到这个监狱当中的经验之后，他写到这几句话：直到最后，人要相信，即使所有人都走偏的路，你仍旧是唯一忠心的人。即使那个时候，你也要带着祭物，在你身居孤寂的时候，赞美上帝。当然，坐牢，尤其可能坐死囚的，那他会隔离着人群。但这里说，哪怕是在所有周边的人都走遍了，你仍然是一个忠心的唯一忠心人，你不会感到孤寂，你会带着祭物去怎么样赞美上帝啊。这话如果一般的人讲的，可能哎呀你算那托斯基他自己有亲身的经历，对不对？那么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对吧？那么所以我们就可以说，今天的存心戒呢，啊，大家可能已经读过了，我们在读，甚至我们应当背，因为这很短的，这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。你们，我想我们可以改作，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保罗说，我再说，你们要喜乐，你们也好，我们也好，你我他。如果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就听到保罗他给我们的一个勉励，要怎么样常常喜乐，常常喜乐。保罗说，我再说，你们要常要喜乐。保罗写这个话不是在啊，他做议员的时候，在没有人生啊压力的时候，不，他是在监狱里面。因为腓立比书是监狱书信，我叫过监保罗书信，那监狱书信，他在监狱里面，他跟希拉两个人为了传福音，这腓立比遭到了逼迫，把他们下在监狱里面，而且上了，今天讲就是手铐脚镣，是吧？讲的今天的话讲，看管的很紧。那么到了晚上呢，你白天可以听见的，可能有些人怎么样咒骂，有些人可能咆哮，到晚上呢，可能是呻吟叹息。但保罗跟希拉呢，圣经讲到了晚上，他们唱诗赞美祷告。祷告可以理解，哎呀，上帝啊，我们今天，落在今天，求你帮助。他们怎么赞美呢？赞美什么？我相信，他们赞美是为基督的缘故，
能够承受一些试炼，为基督的缘故能够怎么样担当一些痛苦，跟基督一同被十字架。也感谢主，我为了传福音多少也有一些这个经历，对不对？也能够体会保罗这种光景，除了有主的同在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不可能的事情，对不对？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一个光景，就是赞美的框架不一样，对不对？赞美的框架不一样。那么徐克作者就讲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体会保罗讲的话呢，可以讲他，如果我们总是常常喜乐赞美，必定意味着就算周遭似乎没有什么值得赞美的喜乐的事情，我们还是赞美第二，如果我们总是喜乐赞美，也必定意味着即使是我们不想要这么做的时候，我们仍然必须学习赞美，学习喜乐和赞美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都是学科的作者提问告诉我们的，对不对？那么好了，我们再看这个七十面，墙角的祈祷墙角的祈祷。那么学科的作者引证了一句，他说英语这个我还不懂他英语惯用的表达是什么？被油漆局限在墙角当中，被油漆局限在墙角当中，对吧？意思就是说，那到处都是油漆，怎么样呢？想象一下，房间的地板上都是油漆，但不久之后呢，就发现自己因此被逼到墙角的地方无法离开，除非是越过刚刚砌好的地板，这时候你必定会停在原处，直到油漆被干掉今天有的时候突然来了风暴，你要逃或者潮水突然海啸涨上来了，你一定要跑到高的地方去等等，意思就是必墙角的祈祷我还记得一个中国的这个电影明星，他以后归主了，但他先听见了福音，他的丈夫还不信，那个时候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开始祷告，他后来到洗手间去祷告因为他的丈夫不喜欢，而且在客厅里面，在这个睡房里面，结果呢，他就躲到洗手间去祷告。这个不是说他不看重祷告，或者是有点这个不，他是被逼的到墙角里面来祈祷。我们有的时候也有这种光景，对不对？也有这种光景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在人生的困境当中，对吧？困境当中，我们还需要祷告。我读但以理书，我就觉得，是吧？但以理这些坏人嫉妒他但是你又找不出他有差错，因为圣经讲他办事忠心，没有差错。结果他们说，我们如果要找他的问题呢，就在上帝的律法上。结果这些这些小人就在皇面前糊弄一番，诱骗这个皇上说这个几十三十天里面，除了向你这个来请示，向你报告，向任何神什么都不能。他们主要是针对但以理，而且呢又这个恍恍惚惚，比如说我们波斯国的定律怎么样，凡是盖了玉玺的皇帝的这个印章的就不能更改，就是自己也不能更改。好了，这个皇给下面这手续呢，而且
他是欺骗我，我们所有首长都是这样。其实他们主要反而是越过了丹以里，而是害丹以里一个人，对不对？现在又欺骗这个皇，盖了玉玺。那丹以里呢，一天三次，竖长的，面向耶路撒冷的祷告。圣经讲的祷告和感谢，祷告我也容易理解，你也容易理解，对不对？哇，皇帝盖了玉玺，谁是如果这样就触犯了这个王的命令就不得了。果然，丹以里后来是因着这个被丢在狮子洞里面，对不对？但是在这之前，他知道了以后，他按照素常的规矩，而且不是睡在床上把被子盖着闷着，或者把窗关起来把帘子落下，不，他打开窗户面向耶路撒冷，面向自己祖国，面向圣殿，他还是祷告。祷告可以理解，他更加是感谢跟赞美。那么这个都是墙角的一个祈祷，那么同样的，我又想到圣经另外一个例子，基甸。基甸要跟一个对的米甸人要打，对不对？那米甸当时也是一个蛮强的一个军事的国家。那基甸想，我有32000个人也不错啊。上帝说太多，免得你们打仗以后说我们是靠着人多打赢。好了，凡是害怕的、心困的都可以离开啊！一走32000，走的22000。只剩10000，三分之一都不到。上帝还说还太多，还太多。结果又一次的试炼他们，他们跋涉长途，嘴唇干渴的时候，哎呀，看见有河水可以喝了，那很多人就赶快去喝水了。这个我们很容易理解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前几天我们走路走很多路的时候，有一位碰到我说，他说你水要吗？我说我够了，我够了。哦，当时这兵丁怎么样？看见水，10000个人当中，9700个是全身扑在地上喝够啊，喝，就300个人也喝水，他们用手摇这个水，但另外一个手拿这个枪。他们单膝下跪，意思就是说，万一敌人马上来的话，我一站就站起来，用这枪就可以回击他。但另外一个9700个人呢，放松了敌情，忘记了自己的周围的环境，甚至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跟使命。但这个300个人是又勇敢，又机智灵敏，又属灵的。同样，有的时候，上帝让我们人生的经历好像逼到一个，上帝的眼光跟人的眼光不一样。那像刚刚举的例子啊，我开始举的这个中国一个著名的一个明星演员，后来她丈夫也行，对吧？她还做见证，是她做了见证讲出来。我才记得呢。那么不论积淀也好，对不对，都是这样的情况。同样的，以色列人本来出埃及不需要40年的，不要说40年，4年都不需要。为什么？上帝原来是怜悯他们，爱护他们，免得他们一开始就遇见打仗，结果就引领他们走另外一条路，走红海这条路。但遗憾的就怎么样呢？他们在出埃及路上不知道自由的宝贵，不知道他们走的是一条光明的，越走越光明的道路，是脱离这个埃及的压迫铁炉重的的一个途径。他们哎呀，马拿不好吃啊，吃真的太吃厌了，水又不够啊，又埋怨啊，等等，很多实质的试探。
上帝，这圣经讲，这是指说大的试探，怎么样？他们祷告，你说祷告吗？祷告的话都是不是感谢、赞美、代求，都是埋怨啊，不满。有的时候，上帝让我们基督徒来到人生的某些经历，我们学科里面也提到，有的时候苦难是帮助我们要提高提纯的，像炼金子那样把杂质都除掉。还有个原因呢，对不对？今天也有人问上帝啊，我们很希望你耶稣快点来，为什么还不来？两个，这两还是原因，一个让上帝的儿女要有忍耐啊，要等候。第二呢，怀素还讲，因为当时你以色列怎么样，很多试探，很多罪，所以上帝让他们在苦难的世界里面逗留多点时间。今天对今天的教会，对基督徒有没有这个成分呢？我不敢讲没有，对不对？上帝对他有一半儿女要提炼他们，使他们能够像约伯那样成为精进，但对一个老底家的教会，自以为富足的教会，好像只看世界那个，说不定上帝让他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逗留的长一点。坦率的讲，一个人如果爱世界，不会爱天国的；爱天国人不会爱世界上罪恶的，这是一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啊，有些人说，如果耶稣明天再来呢？John Wesley， 威斯利约翰就说，即使耶稣明天再来，我今天照常的生活工作。但对有些人讲，耶稣明天要来了，那这个当然是人的说法。哎，别，我房子还没造好啊，我的孩子大学还没毕业，还没留学，就是这回事情，对吧？那么，所以，但万一上帝让我们到强决的祷告，意思说逼着我们到一个处境，看来好像很困难的，但是怎么样呢？有上帝的美意，有上帝的美意，所以很好的啊。这个大家还可以看这个七十一面赞美的人生，赞美的人生，对不对？这里就讲赞美不应该是某一种特别的行为，而是一种特别的生活的方式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当然我们在教会上赞美诗，但我也很遗憾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我观察有些人拿了赞美诗就是会唱也不唱，这个不应当。那么当然如果不会唱的，不要过分大声唱，上帝知道你的心就可以了。但是你会唱的也不唱，但是赞美还不单单是表现在请大家起立唱赞美诗的时候，应当在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一种赞美，这个要慢慢体会的。那这个很有意思，对不对？我这些日子以来我最常用的一句祷告，我没有跪下，也不一定是眼目闭起来，我觉得阿爸父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你给我的恩典太多了，就这样，就这个。所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能够知道赞美啊，既不是因乎学识，也不是逼于无奈，更加不是圣经怎么讲，赞美是我们基督徒嘴唇所结的果子，对不对？但如果单单是嘴唇所结果子还不够，生活方式结的果子。做一个基督徒如果老是像个苦瓜脸，老是唉声叹气，那怎么能够荣耀主呢？只有说
常常的有平安有喜乐，对不对？我们有健康也是，但健康不是我们生活的目的哦，是吧？因为我现在收到的不少的信息说，健康最重要，什么都不重要啊，等等等等。我固然说健康是重要，但健康还不是我们人生的目的。我一直记得很多年前，我的大姐很关心我啊，尤其知道我以年轻的身体吧，她说吃啦吃啦，这是为健康。有一次我问她，那健康为什么？健康不是我们的目的，健康还要为什么？对不对？那么同样的，我们今天也是。有的时候我在坐车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叫爱心座，让年龄大人头发白的啊，都是这个。那么有的时候旁边也来一个，两个位置来一个人。我有的时候我要打开话题，我就说：“老先生、老婆，你几岁啊？”因为有这种我看见啊，他头发有点白了等等。哦，他说我70几。那呢？我说。我有的时候如果戴着帽子，我把帽子拿到，一直看见我的白，我说我80几，他说你好你好，我说我是基督徒，如果再讲深一点，我是牧师，好吧，谈得好的，谈得够时间的，我就把福音的单张给他，对不对？世界上有能医百病的良药嘛，这是我其中一份单张，意思就是说我们有。平安在心中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得骨头枯干，那为主做见证。但如果我们本身就愁眉苦脸的，本身就脸黄肌瘦的，那怎么荣耀主呢？所以赞美学科作者还不单单是某种特别的行为，而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啊，能够好了。这个学科的作者啊，又引用了这英国的大布道家 Spurgeon 斯布珍 Spurgeon， 他写了一本书叫《赞美的操练》啊，他就根据诗篇145篇第七节的话啊，短短的经文当中，斯布珍唤起我们注意三件重要的事情，可以在生活当中帮助我们学习。第一是什么呢？他说，当我们环顾四周，赞美是可行的，对不对？就看见上帝的大能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我们到自然界啊等等，就看见上帝的大能，赞美主啊。我有的时候看到我们在自然界，不要说在，有的时候我经过坐车在经过，不要说坐高铁或者以前坐飞机，我感觉我自己太渺小，太渺小，太渺小。我们占有的时间跟空间太短太少，但我居然能够蒙恩成为基督徒，被选召能够为主做点见证。所以环顾四周的时候，赞美是可行的啊。第二，当我们记得所看到的，赞美是可行的。有的时候见到了，为什么不会赞美呢？因为缺少了一个记号，记号。其实犹太人到后来就，我指今天犹太人，变成完全形式主义了，对不对？这个以前的这个穿的衣服，现在因为不穿这个长袍，长袍下面的绣点经文，现在呢，把一个有这个经文的小盒子啊，放在这个头顶上，你在纽约还可以看到这些，对不对？到后来完全变成形式主义就不好，对不对？那么，但是呢，有的时候我们有一样东西能够，或者有一个什么让我们常常能记得，感谢赞美上，那太好。因为诗篇我很记得诗篇103篇，好吧？有一度，哪怕黄师母有病重，我们住的一个地方正好是底楼103，因为有些人不要底层啊，觉得底层有可能吵闹也不安全了啊，
我们一百零三，每一次呢想起一百诗篇一百零，我的心啊，你要赞美上帝，我的心啊，你要凡在我里面都要赞美他，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，诗篇一百。所以我每一次都有这个。现在当然黄师母也过世了，我也不住在那里，我现在最多的赞美是什么？68。啊，这个今天没完的，在我的人生当中，从小到大，一直从这个68这个字一直伴随着我。我已经讲过，一般人要六要八，就什么六是禄，福禄寿的禄，八是发发发，就是又有钱，又发财，又发达。我不是这意思，68是在我的生命当中的数字。我的意思叫以马内利。很多的事情跟这个数字跟一般人没有，但跟我联系在一起。我一看到这个，我遇到这个，我就知道上帝还与我同在，上帝还使用我，上帝还怜悯我。啊，这个今天不讲。第三点，这 Spurgeon 讲，当我们谈论赞美的时候，它是可行的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不单在脑海里面想到这些啊，我们还要怎么样谈论啊？这里说赞美并不仅是在我们的脑海当中进行这些，它必须从我们的口中讲出来，让周遭人可以听到。什么样的理由可以让你的口头赞美上帝呢？这样的赞美有什么果效呢？而且会在谁的身上发生功效呢？今天人已经讲了，啊，人笑喜笑的人会比较健康，不容易高血压，因为愁眉苦脸啊，这个啊重担压力的人很容易这个，这是一个。另外呢，笑也会感染的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小孩笑的时候，你跟他笑笑，他会笑。哎，有的时候我走在路上，嗨，啊，你真是漂亮 ，cute 啊，等等。哎，他也笑得更好，他的笑引起我的笑，我的笑引起他的更好的笑。但是我们有机会赞美上帝啊，非在的脑子里想起，而且口中要说出来，对不对？要说出来，这个是不真。啊，他就是根据诗篇啊145篇这些，对不对？145篇啊，第七节，我们不妨读一读，好不好？这个安息学嘛，主要是多读一点圣经，对不对？诗篇最后几篇都是赞美上帝的，对不对？当然，很多都赞美上帝，但这几篇也很集中的。诗篇145篇第七节，他说，他们纪念你的大恩，就要传出来，并要歌唱你的公义。第一要纪念，纪念主。所以诗篇，我刚刚讲103篇说，我的心啊，你赞美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不可忘记。我以前讲过了，忘，中国字很有意思的忘。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太忙，我们把这个心放在边，就是个忙字，太忙了忘记了。应当感谢的人我们不感谢，而尤其应当感谢上帝的我们没有感谢。那么以前我讲过，在疫情期间有个意大利的老人，那么他因为有这个需要，需要装呼吸器，结果他装了一天呼吸，当然缓解了，后来出院一天啊，他手里拿了一张这个出院的时候会计师给他，他一看哭了，哇，人家看见他这个老人哭了，大概没钱付不出吧。他说不是，他说我装了一天的呼吸器要付这么多钱，上帝让我七十几年来我一直在呼吸，一直在，我怎么没有感谢过上帝呢？真的是这样，所以我们看到周围的，应当要引起我们的感恩的心。引起感恩的心，最好有一个特定的
一个钩子，一直勾住你，使得你不容易忘记。所以，我68，我写了十几个，对吧？我就说，主要上帝怕我忘记，就像那个珍珠都散掉了，上帝因为他救恩的金线把这珠都串起来，使我不容易忘记。所以我每次看到68，我有一种兴奋的啊！今天不能讲，这个时间不行啊。第三，我非得想起要讲出来，尤其在众人面前。这里说，他们纪念你的大恩，就要传出来，传出来不够，并且要歌唱你的公义啊！中国话讲什么？诗言志，歌表情。唱歌是表示我们的感情，对不对？我们上帝如果这样对我们有大恩，我们就应当要表示出来，要唱出来，对不对？等会如果时间到，大家已经传给我，有人已经传给我，我也传给不少的人，就怎么样？有一位从年轻一直唱到103岁，他应当叫谢，叫 William 谢，哇！他从年轻就唱你真伟大，你真伟大，那一直唱到103岁。他是 Billy Graham 的一个布道团里面的一员啊。等会有机会或者等等可以放着，对不对？感谢主。好了，第72面讲悔改的见证人啊，悔改的见证人怎么样呢？我们知道，凡是真正的得蒙主恩典的人，主赦免他的罪，这个诗篇医治你一切的疾病，主是受为受屈人伸冤等等。有机会大家把103面读一读啊！天怎么样高过地，上帝慈爱怎么样高过我们？东离西有多远？他使我们的罪离我们有多远？父亲怎么样连续他的儿女？上帝怎么样连续我们等等？如果一个人被罪所压制的，一旦他认罪悔改了，他马上就轻松了，因为知道主在十字架上已经担当了他的罪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9节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啊，释放了。很多人今天做房奴，做罪奴，一旦释放了，感谢主，对不对？圣经里面有好几个例子，对不对？我很注意圣经里面凡是得着福音的人，后面都讲他很喜乐。埃提亚伯的他见也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哪怕腓力被圣灵提走，他很喜乐，走他的回程。今天讲的是什么？一个管监狱的，对不对？由于怎么样，保罗西拉唱歌，地大震动，其实上帝的作为啊，要拯救他的仆人，这个手上的枷锁都掉了，监牢的门打开了。哎，这个管监狱的人想，完了完了，如果啊，这个上面来查到了我，一定说我失职，说我啊不尽心不忠心，他想自杀。保罗说：别别别别，我们都在，我们没有走。但圣经有意思，就是说这个狱卒替他们洗了伤，替保罗希拉洗伤，领他到家里，而保罗希拉呢就替他们全家讲道查经，高举耶稣基督。圣经讲他和他的一家信而受洗都得救。而圣经里面特别讲一句，他们很喜乐，很喜乐。如果一个基督徒不喜乐，有问题的，有问题的。你说我罪很重，罪很重，我们为什么不认罪悔改呢？你说我压力很大，我们为什么把重担卸给上帝呢？所以基督徒一个正常的时候应当要常常喜乐。保罗说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。保罗就这样，保罗如果他竟跟人家讲自己不讲，
那没有力量。何况他讲这句话是在监狱里面，是在被打上了啊手镣、手铐、脚镣的时候啊，在晚上唱诗赞美的时候，在写腓立比书、写了书信的时候讲这话，大有力量，大有力量。同样的，这个狱卒一家也都悔改，好吧？你如果再读这个是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记得很清楚的，很有《使徒行》16章。如果你再加10章，《使徒行传》26章呢？保罗最后要被解押到罗马，他说：“我要，因为上帝呼召他的，就说我拣选他，他要为我的名受许多的苦，但他要在外邦人和君王面前为我做见证。”所以，怎么样？保罗坚持啊！你们既然把我抓了，我没有什么罪的，你们把我当作像瘟疫一样，哇！现在我一定要坚持上告到罗马，但是最后大家如果看《使徒行传》最后几章，哎呀，这个船遇到大风浪，保罗本来叫他们不要走，他们不相信保罗，相信这船长，相信这个水手，结果遇大风浪等等等等，说什么不见天日，太阳也不出来，所有人能够做到的丢掉东西、减轻分量啊。等等都没用，大家都惊慌的很。但是天使向保罗显现，对不对？不要惧怕，对不对？你以及跟你一起的一个都不上市，这个船可能会要损坏。大家因为所谓这个什么惊慌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不适应是有啊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经历，对不对？结果这些人饭也不吃，什么都不吃，只想我们完了完了完了。保罗就出来跟他们讲，对不对？上帝天使站在我旁边讲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个人的性命都不会丧失，包括跟你一起的啊，100多人性命都给了你。而且保罗说，我相信上帝怎么讲，就必定怎么实行。保罗讲完了，就劝大家吃。他自己先吃，拿了饼祝谢了，他就先吃。结果大家也才解救。所以，一个基督徒有的时候，上帝可以协助你帮助其他人，拯救其他人；有的时候是帮助你拯救了其他人的肉体的生命，但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灵性的生命啊。我现在又记起卫理公会的创办人啊，John Wesley，约翰·卫斯理，他有一次在船上遇着风浪，哇，这个船很危险的，他自己心里很担心，但他看见有一群摩拉维亚的弟兄，对不对？哎，他们很平安哦，好像不觉得有什么，还在。祷告还在唱诗，后来约翰就问他们：“哦，原来这班弟兄是真正的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。”结果，卫斯理约翰就从那一天改变了他的生命，改变了他的内心的真正的信仰，知道了唯有依靠上帝，才是有真正的平安跟喜乐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你我。在周遭的环境，有的人失业了，有的人患病了，有的甚至家庭有人过世了，有的失去了工作，有的很长时间不能跟家里能够在一起，有人或者因为封城啊等等关系，很孤独、很寂寞、很难过。在这样的时候，我们有机会，我们能不能为主做点见证呢？不单单用你的口，用你的生活方式，用你的带着笑容的一个脸庞为主做见证，说不定救了他的肉体的生命，更重要，说不定把他带到了基督面前啊！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好。所以圣经里讲，是吧？
我们的眼目要单单的仰望耶和华。诗歌的作者七十三面举了个例子，这在旧约圣经历代志下二十章，旧约有大先知是吧？当然摩西大先知、以利亚大，还有一个大先知呢，是很多方面预表，也是以利沙，对不对？以利沙也使人复活、啊、等等。那么以利沙有个仆人，有一次他们到个地方去，哦，这以利沙的仆人可能年纪比较轻，老师老师，不好了不好了，我们被亚兰人包围了，可能我们危险甚至要死了。以利沙就为这个少年人祷告，为他的仆人祷告，求上帝开他的眼睛。结果呢，他看见天上的天军在护卫着他们，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人，四面安宁，要搭救他们。非但是一个，看见很多，所以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世界同在的更多更大，这都圣经的章节。如果不是这样的，就看见哎呀，我们被人包围了，我们被啊环境所压迫了，等等，大大的不同啊。所以，这个要去经验的啊，不单的写在这个历代志下二十章这里说，因为当时他讲我们无力的抵抗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行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。仰望上帝，仰望耶和华，对不对？大军来临，不然打仗是有危险。我们今天也祈求主，最好有个和平，最好不要打仗，或少打点仗，或者不要打核大战、世界大战。这是的，但是世界上有很多困扰的事情，也像个大军一样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有人到医院，一张检验单，两张检验单，一个报告，两个报告，也像大军啊！别别别！哎，你有病啊！你的病很严重啊！啊，等等啊！昨天刚刚有个弟兄啊，他刚刚心脏通了波仔，本来在晚上，后来医生说还是明天早上吧，一发现还好，他三条血管里面有一条差不多窄到再窄，这个仪器都通不过了。感谢，有的时候这种也是大军的，有的时候是什么？哎，你房租付了吧？你电费付了吧？啊，这个那个也是个大军在逼你，生活的压迫，有的时候家庭的困扰，哇，你的子女对你不好，或者你妻子对你不好，或者你丈夫对你不好，也像个大军要逼你，逼你，逼你，很多，有的时候是社会的环境，一道命令，两个啊，不可以聚会啊，不可以这个啊，不然的啊。求主让我们眼睛能够睁开，看见上帝执掌的一切，对不对？执掌的一切，那么，很多啦。这个摩西也经历过这个，是不是？当这个法老带着军队啊，让你们走掉，我后悔了，我要把你们抓回来弄死。摩西就说：“你们要站住，安静，看上帝今天为你们征战。”我想弟兄姐妹同学们，我们最好在我们人生当中不单单有以利沙的来经历经过我们，不单单有摩西的事情的经历，我们要在你自己的生活上能够怎么样经历上帝的同在，不惊慌啊，不惊慌。那旧约圣经里面很多的，那么我又想起另外一个章节，这在腓立比书，保罗讲你们要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，长进跟喜乐，在化学上讲就是一个可逆反应，越长进就越喜乐，越喜乐就越长进，不长进就不喜乐，不喜乐就不长进，灵性上更加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求主帮助你，帮助我，能够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。又喜乐又长进，好吧，好。那么到七十四面了啊，七十四面就怎么样呢？怀斯母很多的话，对不对？
我想大家有机会把七十面怀斯摩所读的话，可以学学。他说，当我赞美颂扬的时候，我希望你可以跟我一起颂扬他，甚至当我们陷入黑暗的时候要赞美上帝，甚至在受试探的时候要赞美上帝。使徒说，当要靠主，重要是靠主，靠自己不行，靠人也不行，靠环境更加不行。当靠主，不单单喜乐，要常常喜乐，常常喜乐，对不对？常常是，我上讲，人只有时间跟空间，这是时间要常常喜乐，空间呢要凡事谢恩，什么事情什么遭遇随遇而安，对不对？这个非常重要。所以这里怀斯文讲，他说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的，我们要发出光来，在家庭呢，大家有机会可以读读，好吧？哎，那么大家一定，我刚刚讲过了，这个应当是 William Shea， 如果教会找出来可以放一放，那我是有了，对不对？那么还有我们教会的赞美上选的最多的 Fanny Crosby， 大家有一首知道，这是我信息， This is my story， This is my song， 我终日赞美主。你晓得他是一个不到一岁就双目失明的，没有见过红花绿，也没有见过蓝天白云，什么都没见过的，他终日赞美主。他说，这是我的 my story my song， 这是我的歌，他一直赞美主。那么刚刚这位103岁，他从年轻人一直唱到现在，当然他这个男高音唱得很好的，还唱得非常的感人，我听了好几次，我也发给了很多人，是吧？那么教会有也可以发给大家，终日赞美主，一生赞美主啊！我最近因为看一本这个教会音乐事工这本书啊，我们教会在这个音乐上能够好好的使用，用口唱心和，不是表演，不是为人，是口唱心和，这个不同的，人家体会的，我说就像唐跟唐静一样，对不对？你哪怕唱的声音再好，如果不从心里面，我多少能够体会一点。你哪怕音色还不怎么样好，或者高的也唱不上，我能够体会你是真心的唱，要口唱心和，好吗？这是圣经的话，这四个字，对不对？那么最后我想再讲一句，贝多芬大音乐家他讲了一句话，我一直常常引用，最美的事情莫过于接近上帝，并把他的光芒散播在人间。今天的世界很黑暗，道德上江河日下，环境上有的是有种种的困难黑暗，最美的事情莫过于接近上帝，并且把他的光芒，离我没有光的，我们越接近上帝，上帝的光芒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反射，就像月亮反照太阳那样，把他的光芒散播在人间，尤其在今天的时候，太需要了，好吧？愿主赐恩给你，赐恩给我，用着我们这些卑微的人，用着我们的余生，能够为主做见证，赞美上帝，让我们的人生就成为一个赞美的人生。阿们。